G20 啊，哦，最近正在举办嘛，那这个中美元首啊，就是习近平跟拜登呢见面了。那这见面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习拜以前见过，当时呢这个是好久好久之前，当时拜登还做副总统的时候。那自从拜登当上总统之后，其实两人还没有见过面，所以我们很多看到习拜的这个照片，事实上是以前他们这个见面的照片啊。那有趣的在这里啦，就是这个之前有几次视讯会议，那现在的状况是，第一次见面，那就有一些媒体啊，比如说香港媒体林一啊，他就提到说，这个见面哦，让世界这个紧张的气氛哦，得到了一丝的这个缓和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但是我自己在看哦，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创造太多有实质意义的交流，比如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评论啊，说中美久违的画面，世界紧张情绪及时缓解。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蛮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中美这样继续的斗下去啊，那这个才得了啊？这个全球这个战争的风险陡升啊。哦，那也有很多人看到说，美军现在正在做他的战线调整啊，比如说第一岛链虽然我撤出，但是我开始加仓加码给日韩哦，给我的盟友哦，我开始布置长城轰炸机哦，比如说在澳洲哦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所以。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元年，你怎么观察这一次 G20 当中这个 中美的领导人的这个会面，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历史这个意义啊，或者是对将来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一个状况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大家的分析呢，学者啊，智库的分析呢，基本上就是能见面能好好聊这么长时间那就是好事儿。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如果不是这一次的情况的话，其实还有别的情况，比方说大家没有能协商一致，不见就是最后没有见面，对吧？或者是根本没协商啊，也没有见面这茬，那这个是最坏了，说明大家这连想见面的个欲望都没有。又或者呢，见了面没聊多久，像尹锡悦跟拜登聊了什么几秒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也是存在的，对吧？那大家我们两国领导人聊了这么久，那说明大家有东西可聊。有东西可聊就意味着这个东西如果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是认为要跟中国竞争甚至要对中国进行打压的，但是呢他们又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跟中国聊的，也就意味着如果站在美方的角度一定要打压中国的，起码可以做到跟中国的打压的程度进行一个危机的管控，进行一个打压程度的管控，就算你要打压，打压的程度能不能啊，你就不要再升高了，大家起码有的谈，有的谈的东西有这么多呢，对于分析方来说，那就意味着两国有很多的交集，两国有很多的交集，也就意味着比较难撕破脸皮。说白了啊，这个发生武装冲突啊，什么东西那就比较困难了。这点呢，其实在美方啊，在拜登呢，白宫发出来他这个，通稿上面呢，里面也写了几个大段，最后呢，也强调了一个不打核战争啊，打核战争没有赢家，这些东西是大家觉得啊，这个什么新冷战、意识形态战啊、文化战，包括有没有可能打热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还涉及俄乌了，到处都在说什么普京真的要用核武器之类的，大家当然希望说中美这个东西怎么看，对吧？假如两国现在说啊，我们不支持打核武器怎么怎么着，那么俄乌的战火可能会就烧的没有这么旺盛，大家对于中美有很大的期待，毕竟一个是现在发达国家的领头，一个是现在发展中国家啊当之无愧的领头，对吧？那所以说这二位如果能得出一些结论，在很多核心问题上，比方说拜登这次讨论到的呢，有气候、债务、卫生、粮食问题，对吧？那么也就意味着别的世界上的那些国家可能这些问题呢，国际推动的一些行动就有了真正切实可行的一个标准，或许也有了一个真正建设性有成果的一个希望。否则大家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像气候问题、气候排放，听上去好像大家都在讲，但实际上你要指望着世界其实没多少排放的那些太平洋岛国啥的，他有啥排放？他有啥排放？你告诉我，他那地方有什么重工厂？没有，他全部人不呼吸都不影响不了什么。鸟海里看鱼，他有个啥排放？对吧？你这两辆车那玩意有啥排放？这石油啥的全是外面拉过来的，所以说他当然他希望减排了，他口口声声想减排，其实像真减排的是谁啊？真减排的还是那些有工业化的国家嘛，所以中美如果能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好吧，在这个卫生问题上两国能达成一致，美国的这个疫苗啥的不要好像跟中国竞争一样的啊，你接了我的疫苗不就不能拿中国的疫苗，你接受了技术援助你就不许接中国的技术援助，这样零和式竞争式连人道主义援助你都要搞竞争，那这个就没意思。
各国呢都非常期待说这些两国经过一个合作，起码能让我们得到很多的获益。嗯，那像拜登刚去完东盟是吧，也称洪森为哥伦比亚首相，其实各国也是他待了几个小时马上就走了嘛。那各国其实也是说你跟在我们这儿没啥用，我们本来就没多少排放，你跟着真正有排放的工业国聊，跟中国聊，大家能不能聊出点东西？你俩要是聊不出来点东西，我光我们减排有什么用啊？嗯，对不对？那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很严重的，还有包括债务问题，对吧？债务问题，你美国是你印钱，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通胀，这肯定是中国希望代表啊发展中国家大家一起的一个希冀，看看能不能好好站在全人类的脚步上，你稍微控制控制，不要这么瞎搞了，对吧？还有一个卫生问题，当然新冠了啊，新冠这个全球疫情的问题，当然大家在世卫的这个台面上都说了，怎么样？到底这个玩意最终能够结束、到一个结束？大家都不想有疫情，这、美国也不想啊。你虽然说他人能换，但是换了之后起码你还要重新培训嘛，总归有点成本嘛。那我国国内啊，现在也面临一个疫情问题，今天好像怎么着20000确诊吧，是吧？台湾地区好像1万8还16000来着，对，非常受挑战的一个现况啊。那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真的有可能合作的，嗯，大家看到说中美不是没可能合作，那既然有这么多可能合作的呢，你俩真的撕下脸皮要打起来，这个就不太可能了，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利好。所以你是比较看好这个这次会面是有一些正面讯号出来的，嗯，这是非常正面，不是有一点，是非常正面，非常正面，非常正面，嗯，因为也有一派的看法了，包括我自己之前的看法，当然听元年讲，我可能会是调整一下我自己的角度，不过我认为竞争还是会有高强度竞争，可能不完全跟元年的结论是相反，但是竞争还是高强度竞争，不过主要的功能还是在于说美国叫做这个围栏嘛，那这个中国大陆叫做红线，哦，就一边制定红线一边围栏，其实讲的是同一套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搞到礼崩乐坏啊，这竞争要有底线啊，要有一些框架，但是在这框架之内我要极激烈的竞争，在框架之内的竞争这个所谓的激烈程度上升，那可是在框架之外，哦，那我们有一定程度的控管，然后这个中美之间不能直接打起来，哦，再来不能发生核战争，哦，不能像俄乌这样子打，真的动刀动枪。但是如果有些代理人战争或一些状况，那个很难去避免的。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方式呢？拜登在白宫他的发言稿里面也明确讲了双方有分歧的一些问题，嗯，啊，比方说美国呢还是要强调啊什么台海问题啊，他要保留一定来挑衅的这个可能性，是吧？中方一再强调说希望呢美方遵守他之前已经强调过的中美三个公报啊，支持一个中国啊，那拜登还是说他支持一个中国，但是又要求不改变现状，这自戳耳光的事情。而且就他本人说这个话，谁知道你哪天又出来一个窜访台湾这种东西，你管都管不住啊。事实上你现在已经被证明你是管不住的嘛，对吧？对，佩洛西不受你的权制啥的，不受约束。麦卡锡不是也呛瞎了吗？我当上众院院长，我的政见就是来台湾。所以说这个双方表述呢也是比较坦率的，嗯，啊，这个起码我们觉得合作的地方我们好好合作，有竞争的地方呢激烈竞争，但是管控竞争的烈度，有冲突的地方呢我们还是重申冲突到底在哪儿，我的红线在哪儿，可以冲突，但是我告诉你哪儿是我的红线，你就不要在这个在这个附近乱搞。所以说这样的行为呢应当说啊是冲突发生可能的一个管控，所以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嗯，如果美方不想管控的话，他也可以不跟你谈这些，对不对？他可以不跟你谈这些的，但是选择了还是要谈，嗯，所以说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来说呢，拜登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标准，给出标准本身就意味着冲突的降级，因为混乱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个黑暗丛林原则嘛，你拿着把猎枪进一个森林，听到那边有响动，别管什么你先开一枪肯定没错，对，死人肯定不可能是坏人嘛，对不对？那他现在我们说安全问题嘛，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你要展示自己有威胁安全的资源，比方说你一个国家觉得另外一个国家对你有军事威胁，我把我所有的军备全部给你看，那你肯定觉得啊，我知道哪些对我可能有威胁，是吧？你的威胁感安全感肯定提升了一些。第二个，我改变跟你的关系，咱俩结盟了，虽然不是军事同盟，你觉得我起码动武打你的这个概率要小一些，你安全感提升了。再一个呢，就是我把我的意图非常明确，我就明确跟你，我们俩心意相通，
是吧？你非常相信我，咱俩肯定我不可能打你。虽然你不是我的亲戚，但是你对我这人太了解了，咱俩可能是拜把子兄弟这样，从来非常信任这个人，非常讲道理、讲义气、讲诚信，那他也不会打我。这个是国际关系理论，我们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安全问题的三个基本要素，如何能让他人感觉到安全，管控危机。那么事实上我们来看美方和中方这一次达成的会晤，他们各自发表的公报，在管控危机方面呢，双方都是非常明确的，进一步列出了自己的红线在哪儿，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诉求，这就是很显然的改善关系并且说明意图啊，双方这是明显的要表达了提升对方安全感的一个举措。所以这个呢，就是一再强调各位在看这个国际关系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具备基础的知识，否则听这个媒体人，他又没有他这方面知识，他又没有学历，他跟你说，哎，我觉得觉得算什么？我还觉得我可以选美国总统呢。你美国人为什么不修宪？是不是？这个修宪可能是马斯克的希望。啊，对他要选，我当然选不过他了，对吧？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 若愚帮你来打折。